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ophie， 这是布拉加山顶上的萨梅罗圣母圣殿 Our Lady Samaro。 今天阴天，趁着背后的乌云，这些建筑呢显得更为高大和壮丽。沿着台阶慢慢地走上来，有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。今天的天气更是烘托了这种感觉。这是2004年才加装的一个雕塑。广场很美，很安静。广场旁边的小花园也很精美，喷泉是这里的特色，到处都是雕塑和喷泉。我猜这个雕塑就是圣母 Samaro。 它看起来宁静、安详、美丽。真的，今天的天气我觉着让这个背景呢看起来更有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。到近前了，我现在进来了，里面真的是庄严肃穆。刚才碰到一个非常温柔美丽的修女给我指路，墙壁是用瓷片贴的，圣殿里非常安静，游客很少，因为天气的缘故，我在里面都可以听到雷声。4:30呢，有一个仪式，我可能会等一会儿。这是主殿，看起来宏伟。这就是我刚才所在的圣母圣殿。路边的绣球花简直了，各种雕塑。我们的酒店呢就在半山，我们现在要沿着
这个台阶呢走下去，两边的绣球花，我没有见过开得这么旺的。从正面呢俯瞰布拉加整个城市。整点了，又听到教堂的钟声。这个位置真的太美了。